穿着热情的拉丁舞装，再来自到六溪洲社区的居民，都、就是在婚林农业博览会举办的两个月的时间，和博览会是加真精彩。又来自学校社区以及表演团体等，拢是博览会会当圆满结束，占着真重要的地位。文化处嘛特别颁发感谢状，来多谢大家热情参与。邀请到足济吼，足精彩咱在地迄个表演团体吼，包括有咱有。有职业级的这个舞蹈社哈，啊，有咱的社区的哈的这个表演团体啊，也有学校团体哈，我想哈，这个团体哈。和咱的迄个农业博览会吼，真正增色不少吼。伫博览会顶，总共有十个表演团体加入，嘛因为有因和游客会当看到森林除了农业的进步，阁有人文艺术的发展。不过，这十个表演团体嘛真欢喜，会当有这个舞台，和因展现成果。我阮有法度展现阮的迄个特色吼，阮有尽心尽力。第一表演，当然是很高兴啊，因为办一个大型的活动，让我们有机会表展现。荣幸的，对，这是我们云林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喜庆的事情，所以我们孩子们也觉得非常的开心。虽然农业博览会结束，不过嘛是婚姻结婚的另外一个开始。文化处长刘全志表示，还有真侪所在需要大家做回来努力。很多很多的节庆，我们希望这些精彩的这个表演团队一起跟我们云林县。一起来展现我们的艺术活力，甚至把这些非常精彩的这个艺术活力能够散发到云林县以外的各个地方去。这在农业博览会顶扮演真重要，甲是个表演团体，嘛希望会当阁有机会再次在婚礼的大型活动中展现出因的热情。记者陈心畅报道。